迦南诗歌第四首，我是神儿女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神儿女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神儿女。无论在何时，无论在何地，我们都要自豪欢喜。我们虽然不是在一起，却都是主的身体。生活在一个不同的环境，蒙神恩活在神家里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神儿女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是神儿女。一同被蒙召，一同去寻觅，去寻觅天国的奥秘。我们天天欢聚在一起，神儿女心中不可有分歧。我们手拉手，肩并肩，去遵行神的旨意。